学生证还有在上学期的成绩拿出来看一下。是怎么确定他的成绩真实性？是从那个官网上。现在你们最多的挂科的人是挂了几门啊？挂了八科。我觉得老板他们思维方式有问题。10万块钱发给学生，他不一定过来吃火锅，但是10万块钱发给我们员工，我们肯定努力加倍的干活。给现金不是带兵店，没有套路。这次活动真实有效，我们也请了重庆公证处的那个洪老师为我们全程做那个公证做监督。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